大家好，这个视频为大家分享的是道观通宝宝签局符号签板叠与知识。道观通宝宝签局符号签板叠比较多，小编分两个视频为大家讲解。第一种，道观通宝宝签上三角，它的直径为25毫米，背面穿孔上面为正三角形符号，比较多见。第二种，道观通宝宝签下三角，它的直径为 25.2 毫米，这一版与上一版相反，背面穿孔下方为倒三角形符号，比较少见。第三种，道观通宝宝签上叉，它的直径为 24.8 毫米，背面穿孔上为叉形符号，比较多见。第四种，道观通宝宝签下叉，它的直径为 24.7 毫米，背面穿孔下方为叉形符号。道观签局的记号中，穿下符号较穿上符号少见，这一般也是比较少见的。第五种，道观通宝宝签上日，它的直径为 24.6 毫米，背面穿孔上方有一日纹，比较多见。第六种，道观通宝宝签下形，它的直径为 25.2 毫米，背面穿孔下方有一星纹，比较少见。这个视频先为大家分享这六种，下个视频继续分享。感谢大家收看。